现在是我出国的前一天，我现在来做出国的快筛 RAT， 没有很多家做 RAT 耶，然后这一家是我目前找到最便宜，而且非常非常好预约。太快速了吧，快速轻松，裁剪师很亲切，天哪，比我自己在家做快筛还不同。这一集就是要请大家陪我一起打包行李，然后顺便来聊一下去韩国之前要做哪些事情。但因为现在的法规是几乎每两三天都在更动一次，所以大家出发前呢还是要一直锁定政府的一些规定。在我准备去韩国买了机票之后，那时候的法规是如果你要去韩国观光的话，你要申请签证，那你出国一次就是申请一次。结果呢，新规定就是7月1号开始呢，你只要申请一次就可以抵一整年的韩国旅行了，不用每一次都要申请。我这次申请签证之前要准备的资料真的会觉得比较麻烦比较多，因为以前不用嘛，你要先去银行申请你的存款证明，而且你的户头里要有10万元以上的台币才可以。那你要准备大头照2寸，我到时候带了1寸的照片，我到现场才发现，哎呀，像2寸，就是要准备比较多资料，填起来也是不难不复杂，但是就是比以前麻烦，就对了。我会把相关的文章都放在下方资讯栏的连结，大家可以参考喽。提醒大家，申请签证之前你要先买好机票。再来呢，你确定你抵达的日期时间之后，你就可以上韩国的网站去登记 PCR， 你要在韩国做的 PCR。再来就是你从台湾起飞的时候呢，也要去做快筛，但这个是如果你选 PCR， 你就要2天前；如果是 RAT， 就是1天就可以了。他们现在不是规定几小时哦，所以你不用太纠结说哦，你是几点几分的飞机，那你要在24小时之前做，也不是，你就是以天数来说就好了。那我去做的是 RAT， 我刚才去的那一间是在西门的检验所，真的超快又不痛。目前找到我觉得最便宜的990元就可以做一次。等半小时呢，我的报告就拿到了，上面就会写阴性 N 松，然后直接夹进我的护照。好久没有拿出我的护照夹了哦。小黄卡我也是带着，以及我的签证，签证它也是这样一张纸的概念。这算是比较出国重点需要注意的事情。然后再来是你回程的时候，7月14号起呢，你从韩国回来到台湾是不用再做一次快筛的，太棒了，就不用我们边玩然后边还要找到医院，因为好像只有医院或者是一些比较快筛站吗才可以做，而且听说韩国的快筛站越来越少了。包来打包了，先拿衣服，我很久没有这样子打包了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哎。好，我就先拿了重要的内衣裤门。内衣呢，因为最近真的太热太热了，所以我主要都是在 bra top。这个是前年到今年都有卖的，是 Paddle 的牛奶式的 bra top， 有没有叶飘？是我真心很喜欢，白色跟雾蓝色。真的很凉，很凉，然后弹性超好，穿脱的时候很方便，然后它的布料厚薄度非常好，还有就是它的垫子小胸有，而且它的垫子是从最边边角角这里到比较蓬润的这里都是软 Q 软 Q 的，还有就是多年爱穿的 Pushdown 的平口内衣。睡衣的部分我带了一件就是准备要淘汰的，穿过就可以丢掉了。还有这个吸水毛巾，因为头发真的太厚太多了，洗发的话我一定会很需要弄得非常干，不然要吹很久。还有就是我的小裤裤们，我带了9件，这有需要报备吗？衣服我就不一一介绍，到时候就可以到我的 IG 看我的穿搭啦。但衣服的收纳方式呢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打包行李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觉得这样子放长长一条扁扁的是最可以塞衣服的，直接放上去就这样。我真心觉得这样子可以放更多件衣服。饰品呢，我就这样装，一个是这种盒子不怕饰品压坏，一个是比较不担心压的那种，省空间。再来呢是药品，普拿疼啊、感冒药啊、止泻药啊、流鼻涕鼻塞的药、经痛药、胃药、Warren 也准备了。加上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想说我要备的比较齐全，我还去中药行发了这个补气配方，算是防疫茶一种了。但是防疫茶就是有点喝心安的，算是保健自己的免疫力的概念这样。这个是那个中药行的老板建议我的，因为我本来要抓一帖是新闻在分享那种灵芝元气饮，就也是算是防疫茶的一种，但他说那个比较凉，那我胃比较不好，所以他就建议我不要喝那种太凉的灵芝配方，他就帮我配了一个这个温和型，然后是补气的，这样买了好几包，想说在韩国就在饭店的时候有事没事就可以喝一下。我忘了说我这次会去2个礼拜，
算是天长。我这次去韩国就是工作加顺便旅游，平常我都会把这种衣服的加印在礼物夹，因为它是这种透明的，比较好辨认。好可爱，真的好热。嗯，还有，我要带我的康复夹，这个也是我的重点物品之一。这个是我之前就分享过的 KB 的肯宝康复茶，这个橘色版本是那种柠檬红茶味，这个是新推出的绿茶口味。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喝嘛，所以便便就还蛮顺畅。但是呢，我大概前两三个礼拜就没有喝，因为一直都很顺，我就忽略喝它了。这样，就那几天就特别卡哎，真心推荐给外食族，你可能蔬菜吃不够啊，水果吃不够，常常有便秘卡卡的问题，尤其像我要去韩国大吃大喝，我一定会吃一些很油的、炸的，乱吃一堆，肚子应该就会卡了，所以我一定会带着它，以免便秘。而且我以前出国一定便秘，疫情之前我在韩国待过一个月，便秘变惨了，几乎都没得打。绿色有个差别，它是控卡康普茶，当然它跟橘色的版本一样，都是帮助消化，让你的肚子比较闷闷的。但是这个口味呢，我觉得更解腻，更适合夏天，比较清爽。然后它泡起来是这个颜色，其实跟橘色版本是差不多的颜色，一样，我都是泡两百 CC 直接喝，冷着泡也可以，你可以再加冰块，或者是你要直接泡热的也 OK。喝起来不会涩涩的，它虽然有加薄荷，但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凉感。我会愿意把它带出国，是因为它什么时候喝都可以，完全没有时间限制。因为最近很热，我很喜欢边吃饭边配这个，我就是直接把它当饮料就对了。现在真的是很喜欢喝康普茶，我就会觉得哦，好喝又对身体是健康有益的，帮身体里养好菌的概念这样。保养的话，冻膜我是一定会带的，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出的 Daily Me 每天好肌舒缓冻膜，它主要就是舒缓镇定，然后每到夏天呢，我一定是大敷特敷，天天敷，尤其是晒过太阳之后，你敷很有感觉，或是冒痘痘之前，就有点微微凸起红红的痕迹的时候，就可以立刻把它敷了，厚厚的、薄薄的都可以，你可以等个30分钟再把它冲掉，或是你擦着直接睡觉。我每次出国呢，皮肤状况还是超级差，可能会哪边突然痒痒的啊、红红的啊、一颗一颗的啊，所以我一定会带冻膜。然后我之前都是每一年出一次，上架一次，今年呢会在7月底的时候上架，大家可以锁定我的 IG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网友的心得回馈，你们也可以到我的 IG 的精选栏，有一个冻膜的专区，我有记录很多人给我的回馈。然后我现在也不太要去试其他家的面膜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这几年用那种纸张的面膜，我还是有在试，可是都试不到喜欢的。我有时候用到会发痒，刺刺的不舒服，或者是没有感觉、没有效果的。还有就是我的护发乳，虽然呢我在韩国应该不太会洗，我最近漂发，头发变得非常非常干，好像也不用一直去洗它。这个也是我之前影片有分享过的，它是一个日牌的护发乳，是要冲洗式的。我洗了，我确定那几天我头发都会嫩嫩的、有光泽的，这样，然后又不会太油，发会有吃水分的那种 feel。然后带这个我新买的包包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菜篮子。其实我一直很想在夏天买一个这种很夏日风的草边包包，但都没有看到喜欢的。舍利他们家出了这一款，好可爱，还有分大中小，这个是中的尺寸。我本来呢是看中爱心的 logo 版本，但没有了。然后日本我看到有人分享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是粉红色的版本，简单可爱。我有去试背 Loewe 这个最近也蛮红的小菜篮包，但是那个是很薄很薄，然后更小的，还是喜欢这个。如果大家想看它的穿搭照呢，就可以 follow 我的 IG。真的很像去上山采什么吼，我觉得它唯一有小可惜的地方，它太挺了，所以它的口径非常的大。如果它可以再扁一点，或是这里可以再做一个皮革绑带之类的，可以把它收起来就好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，喝起来真的是完全就跟饮料一样的口感，没有那种奇怪的药味啊。哦，它有点，就它的粉末是溶解的很快，冲下去我都这样随便摇一摇，拉一拉就好了。安全裤哦，我也有带月亮裤哦。鞋子我打算穿一双带一双，然后我要带这个，像最近新买的Vans 棋盘格，它流行很久了啦，但是我是最近才发现它好可爱哦。好，化妆品呢，我打算明天再一次把它塞进去。我旅行很喜欢用这种透明，看到里面是什么的，因为我后来发现
虽然有一些它的包包真的是超级可爱，但是就是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啊。这个卸妆乳真的是我爱用多年，死心塌地爱的逆龄深层卸妆乳。然后这一个是芦荟萃取版本，其实我还没用过芦荟的，但我都是用基本款居多。宝拉的水杨酸喷雾，我是一到夏天啊，背就会狂长痘痘，尤其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满满的。该做的都有做，譬如说常常换床单、枕头套，然后洗头发的时候水不要直接流上背。这个真的是很厉害，一样是我自己出的美甸好肌氨基酸洗颜露，这个夏天会再上市。精致衣物手洗巾，我想拿来洗我的内衣裤。哦，买了一个补光灯，它是这样，三角补光灯，我觉得好方便哦，它又可以自己站立，转接头，它们应该不会坏掉吧？不知道我是太久没有用它，还是我被罗姐养坏了。就它太好推了，它连上水沟盖就是咕溜那样子过去，哎，所以我真的很想买一个它的30寸行李箱，折扣下来大概就百货公司有折扣，大概也是要9000多元，快10000块这样子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这次还是先用旧的就好了。但真的拖过它，会觉得其他行李箱都好难推。你里面装了再多，你推它的时候都有一种它很像自己有在行动的感觉，就你推的没有那么累。牙刷牙膏，我现在呢？去外面住宿，我都会习惯带自己的牙刷牙膏，当然就是这样也比较环保嘛。一方面是自己的真的是比较好刷，哎，它的头顶端呢有一个贴纸，打开是透气孔，很棒哎，我觉得这个设计很贴心哎。比较常见是这种硬壳式的，这个是更窄的，只是均均的。它上次忘在我家，差点忘记了，非常重的胶架，非常的轻巧，长得好看又很好伸缩。真的很棒，这个脚架、雨伞、酒精分装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呢就是我明天早上完妆的时候再把化妆包放进去就完成啦。行李就整理到这边啦，我们就机场见喽。各位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，然后我现在非常尴尬，因为我是抓提早一个小时左右到机场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想到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的柜台会提早关闭。完全没有料到这件事情，是我们刚才就是想说先上网化位成功了，结果上面就跳出柜台关闭的时间，然后是提早的，跟以前出国都不一样，现在非常尴尬。现在君君在帮我拜托他们，就是再给我几分钟，拜托他们再给我10分钟，我就会到了。如果我等一下真的搭不到呢，我就在想，那我就不去了呢，还是过几天再自己出发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今天已经没有其他的飞行的时间了，我就赶赶看喽。Go go！ 到了，好兴奋哦！耶、yeah! ！我喘啊，我真的好喘啊！我刚才跑到一个不行哎 ，Hermes 没开是不是？哇，空荡荡。而且我一路从机捷来都很安静，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庄严的地方，对对对，博物馆啊，好喘，好喘。我有申请 QR code， 所以要来这边入境。扫 QR code 那一关是非常快的，好酷！我们是遇到谁了啊？我们刚才被接机了哎、欸！对，我们刚从那个人龙走出来，一大长条，然后他们一直狂拍照，在就是在然后在试那个灯光，看谁要出来了。我们刚刚有看到一群很像女团的女生哎、欸，两个还在说，就是很有造型的，该不会是女团？好像还真的是哎、欸，他们刚才那以为是你，他们好像误会了什么，戴口罩啊，戴口罩戴帽子，啊，原来接机是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压力好大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找 PCR 的地方了。Go go， 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韩文，而且很简单，你就去问柜台服务人员说 PCR ODAO， 他就会跟你说地下一楼，非常方便。我们再一次 PCR ODAO。Olivia， 大家下来一层之后呢，就经过 Olivia 再直走，就可以找到 PCR 了。这里有医疗中心，谢谢我们的推车小甜心，很会推，很会推。
你的行李箱很巨哎、欸！原来你是来三个月是不是？在这边有黄黄的小柜台，这里，然后要先来抽号码牌的概念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们出发前呢，就已经有先在网络上预约机场 PCR， 所以就可以排在这里。他会寄给你那个信件标题叫做 Safe， 就可以开这一张。来另外一道排队到这个柜台呢，他会请你消毒跟戴上手套，等一下会做电脑操作。好了之后呢，抽号码牌，这步很快，这步大概五分钟就结束了。然后来这边付钱 ，PCR 的话呢是8万，好久没有拿出韩币了。你的钱有历史，有历史，应该旧旧的。他会给你 PCR 的检测东西，然后你要走到外面来，就跟着这个指标会到停车场部分。我们 PCR 结束了，结束了大概五秒就好了吧？蛮好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蛮温柔的。温柔的小姐姐。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 PCR。对。然后。看爬头，对，但结论就是不痛，会有一点点微泛泪，因为痒痒的，其他都还好，而且感觉是五秒就过了，完成，然后就等收 email 啦、哦，因为报告会用 email 的方式寄给你。OK， 我们可以离开机场了， yeah！ 所以从下机到做完检测也没有很久，大概半小时啊，对，差不多。要预约，要预约，但没预约就还要等。现在我们要等车子，所以呢，先来超商买个东西喝。好久没来韩国的超商了，好神奇哦！韩剧常出现的香肠们，到韩国呢，我一定会买的东西就是香蕉牛奶。虽然是没有很好喝啦，但是我就是觉得哈，买了这个喝到这个会有一种我真的到韩国的感觉。但因为那个真的太甜了，所以我想要喝减糖版。我刚才发现它居然有小罐的燕麦奶，超喜欢这个牌子的。哦，好久不见的一只鸡，好赞哦！再为我们也是演绎一次鸡的感觉，好不好？真的变很多。我们以前哦，三个人点三碗不够，会觉得面怎么那么少。今天是三个人点两碗吃不完，超巨大的一份面。我在想，可能是人潮没有那么夸张，那么多了，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大方，给的比较多。但除此之外呢，其他吃起来都一模一样。大家，我现在回到饭店了，再工作一下，然后就去洗澡睡觉。现在是韩国时间的晚上11:35。好，然后今天来到韩国呢，我抵达之后的一路上，我都觉得哇，有一种很熟悉，可是又很陌生，景色啊、街景、街道感觉，还有吃的喝的，都跟自己的一模一样。唯一改变的是，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拥挤。从我入境，然后到去餐厅吃饭，都会觉得哇，跟以前热闹到不行，人潮超级多、拥挤的感觉，真的都没有了。那路上的人都有戴口罩，目前啦，但我看到一些比较偏欧美国家的人呢，他们就真的没戴口罩哎，其他韩国人都是会戴口罩的，因为现在韩国政策是在户外不用戴口罩，但室内要。今天我本来以为会在机场花更多时间，但不会，真的都是抓得还蛮准的。那你一下机之后，其实引导都很清楚，只是呢，起飞之前你一定要先上网做好一些功课，就登记那 QR code 啊，还有就是你要去网站上预约，你要到仁川机场做 PCR 的时间，这样子比较快，省时啊。我会把相关的网址放在资讯栏下方，大家就可以参考啦。好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大家想看哪些韩国主题也可以赶快留言告诉我咯，趁我还在韩国的时候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影片，这样下喜欢和订阅朋友就会变，这边是我 IG 个人注意就赶快追踪啦，那我们就过几天下次见，拜拜。这间隔音好像不是很好耶，隔壁开门声我一直听得清清楚楚。